我的意思是他 standby 在哪里？62岁的叶丽青数月前腰椎动刀，连日奔波救灾，疼痛难耐，先用护腰支撑。灾区的灾情那么严重，所以慈济人的脚步不能停歇。因应六日扩大安心家访，嘉义慈济志工密集协调。对内讨论细节行程，对外逐一走访村里。村里边啊，关来啊，一一联系当地村里长，请求动线支援。啊，即嘛是讲要来甲你拜托一下，就是讲啊，你敢有林长啦吼？嘿，我见到处啊。好，我见我用眼再来联络。我是足感动，讲到底来咧讲来咧做水啥货，讲事先也无做势吼。在百姓的家常，一边讨论一边记录，画出地图，动线更顺畅。啊，我们再来安排动线哦，比如说这边可以三线，这边也三线，包括地点，包括人，几条动线什么都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要随时记录，不然回去就忘记了。抢时间，丝毫不敢休息，走过一村又一村。这个地方哦，就是我们港前村礼拜天预计要办。一整点的地方勘察动线，也确定一整地点，每个细节都不马虎。明天有4个点，那后天礼拜天有10个点，他们在急难过后之后的一些伤痛复原，然后会帮他们做一些义诊。安心家访结合义诊服务，志工准备充分，再辛苦也不怕累。大爱新闻黄景蔡玉凯嘉义报道。即将在明